今行くから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姆。好的，来玩这一款僵尸金矿吗？英文名字的全名是 Idol Zombie Miner Golden Tycoon。哦，有点长，有点长。哎，有中文哦，我还以为没中文嘞。这边确定一下。好，放置僵尸矿工黄金大亨啊！哦，这种玩法哦，这种游戏的玩法玩过啦。好，抓过来挖矿。我应该是没玩过这一款吧？我来搜寻一下下。我没玩过，好，我们领取一下。好，直接合并，开始挖矿。它这个是光卡型的啦，就是。你这一关过了，对不对？它会有下一个关卡，然后你可以继续升级，继续挖。那我们的那个，僵尸的话还不能升值，在这边要128啦。但是这是一等的，你可以这样，就多跑出一只僵尸啊，在这里。但是他只能一起帮忙稍微挖一下这样，然后这个是挂机生金币吧，是不是？这个好像是挂机生金币，然后挖到这边我们就过关了。好，继续帮忙挖，然后等下挖这个，然后你可以再叫出来合成。大概就是这样了哦，升级这个挂机，然后升僵尸，然后合并僵尸来挖通这个隧道，那我们就可以玩下一个矿场。之前玩过别的题材，但是玩法一样。好吧，这游戏Play商店首页推荐的嘛，100万加下载次数。4.7 颗评分哦，更新日期是7月24日。啊，怎么游戏介绍都英文的啊？那我们这个游戏有中文啊。好，前往下个矿场。好，跟刚刚一样，我们先升一下我们的小僵尸啊。开始挖钱钱啊，嫌太慢的话就合成。这边还有很多功能没开耶。好，启用这个铁宝箱。获得精华，还有这个铸造厂，这边也可以升。这个是升另外一种资源吧？有没有？那这边也会升资源哦？没有，这边也是升金币。它一等就可以升512了、哦，还是说这是我升级的
需要的资源呢，应该是我需要的资源吧。继续挖。这边有什么卡片啊？精华是要来升级是不是？永久强化，收益乘3倍还是9倍？继续挖。真不会挖啊。啊，没钱了，没钱，没钱要生钱呢、7.240，应该是7000多吧？要7000多，你要点哦，你那边4000多。啊，这个有每秒，可能是不知道几秒收益啊。好，过关了，过关了，我们可以继续把它挖完，把这个东西拿完了。它会保留这些东西啊。好 ，Go Go Go！ 喝下水，不知道怎么痰有点多。咳到喉咙都痛了。应该说我今天买饮料喝吧。买那个手摇饮，我比较少喝，最近就给他喝一下，堕落一下。晚上还去吃宵夜，吃宵夜啊，喝饮料，马上胖1公斤，胖真快。好，增加我们的挂机收益。然后这边不能点啊，让他要我来干嘛？你要这个东西才可以升，然后这个卡牌啊。这边也可以弄，要挖通啊！这边获得这个白色这个卡牌。好，这种游戏不太能让你挂机。就是你要手动去控制啊，升级啊。他干嘛要我升这个？卡住了。可以把这个挖通。这边也可以挖通。有没有？我们这个隧道越来越长了，一开始只有一点点，然后越来越关卡越来越多。好，继续把这个挖通。我这个要500多 K 咯。好，领取，还好没有看广告。目前好像还不需要看广告。好，这个绿柱石。哦，终于可以自动化了。
好，自动化，自动化了。不然每次他都要我那个，刚刚都要我点嘛，现在已经打勾可以自动了。然后这个刚刚也升了这个绿柱石啊，就是可以自动化，增加这个绿柱石矿井的收益，还有可以自动的。继续把这个挖起来，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柱石啊，翻译问题。白柱石吗？水银柱石吗？还是水晶柱石？他目前不会挖嘛，对不对？他不会挖的原因是因为他先挖掉这个，才会挖这个。可以再升啊，两 M 是不是啊？直接升二级喽。这个待会挖开之后就知道是什么了。这个是增加我们的那个收益倍数吧？看广告。好，铁宝箱啊，石英哦，哦，石英。好，石英的，一样可以升级一下。石英的还不够哦，才一个而已。他不会钻欸，哦，那是宝箱啊，木宝箱，拿到精华还有石英，那石英可以升的。哇，这个精华不够，已经过了啦，已经过了。那我们开自动化 OK， 下一个矿场。这种游戏就是你没办法挂机，你还是要手动玩，就是玩一关这样，然后可能就等个公车干嘛的，坐个火车玩一下，通勤的时候可能玩一下这样。因为它是一直推关卡，越来越多关卡这样，这边又可以养成啊。但是我们这个就不够，精华会不够。这什么东西？什么胶囊啊？好，这是僵尸矿工啊，挖矿的游戏。啊，这个他这个也会就喷这个出来，这个啊就会喷僵尸出来，还算有趣吧。现在没得喷的。我们挖这个绿柱石啊，这个水晶啊，你看它会自己喷，这是喷金币耶。它有时候会跑二级出来，好启用一下铁宝箱，然后精华，然后铸造厂，然后我们可以开自动化。这个要 70K 啦，继续升级一下。我这一关可能过不了了，因为我已经玩15分钟了。大概是这样，这个游戏就是一直挖矿嘛，好像也没有所谓的首页，目前没看到，可能之后可以回吧，回去首页。哦，我现在没有，没办法。蹦蹦蹦，二级、三级，二级没事做哦，没事做升级一下。他现在用电钻，但是钻很久，因为这个
本星等级越来越高了，你知道吗？就会没办法，就会越来越慢。好，那我们就试玩到这边吧，就是一个挖矿游戏啊。哦，挖矿游戏，僵尸挖矿游戏。好的，我是汉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开启小铃铛。哦，我们下期再见啦，大家拜拜。